委员您好，到任故宫担任院长，让故宫走出去，不止陆客看到了，来台湾的第一要件就是逛故宫，我看世界也都看到故宫的宝物，这个部分要对你表示肯定。谢谢委员的鼓励。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有做，别人看到了，国家安怎做嘛未变啦，一支政策出来，五支都未变啊，无讲那有可能大家拢讲咱好，所以呢，加减给咱监督一下，假苦当作假补，好吃苦当然吃补啦。我刚一进来，我觉得你有点震撼教育，但是也看你义正这个词和的这样的一个回答，我觉得政务官不卑不亢，我对你表示赞许。谢谢委员的鼓励。是。第二我要请教的是金门的那个弃尸到说北京的国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与或是有参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事实上我们登录保存处的机处长啊，我们是不是请机处长好很快速让我知道，咱是不是去拿到他的国宝，哎，是查弃尸的时候查到的嘛？哎，好，登录保存处记录性报告，我们根据这个所显示的图像哦，文物的状况是我们大家所同仁们熟悉清宫清代瓷器里头很陌生的长相，都是金的假的就好了，那我们觉得很陌生，我们还没有拿到实物的时候我们通常不做最后的决定，你没有看到真实的东西，只看到 照片，因为根据照片来根据当成一个功课研拟，大家研修讨论 是不是是，那目前认为它不是故宫，它不是北京的国宝，到目前就器物本身是大家所陌生的、okay. 就它盒子的那个封条是大家所从来没见过的、okay. 也不合于故宫博物院一项的以及古物陈列所一项的封条的惯例、OK 那搞不好是故宫的人也都没看过，它真的是国宝也说不定、欸、没有跟委员报告一下，这样的一个装潢已经在就是市面上有上百种的这样的装潢的这个盒子，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是一种作为的做法。好好，这个是跟故宫的，好，你请回，跟故宫业务没有最直接的关系了。我们一直在听很多委员对萧和氏的问题哦，提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请问你，我再问一次，是的，萧和氏成立是你来才成立的，还是本来以前八年那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成立萧和氏？是改以前没有萧和氏，以前是福利会，对。好，没关系。不是，他是在我们是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是在杜振胜杜院长的时候改成萧和社，原来从福利会改成萧和社。OK， 在本来叫福利会，后来改萧和社，所以民进党执政八年里面萧和社都存在嘛。对。现在他们回头为什么一直在打萧和社？那个是在制度上是有它问题，以前有分配盈余是一直委员们所诟病的，然后在做法上的他们要求公开也是委员们所要求的，所以也表示萧和社当时民进党认为它是一个肥羊嘛，他认为这当中有很多有利可图嘛，所以现在回头来用同样标准在看你们嘛，我们他觉得您赶快盖银赶快呐，我们已经不分配银，你到底有赶快的不赶快？而且不同，我们是、第一个，他们以前也没有交权利金，我一来就交权利金，是从你来才开始交。对，好，再来有什么改善？然后就是我们分配盈余，在民国九十八年6月17号，内政部函令说不能分配盈余，我们开始就不分配盈余，三年都没有分配盈余。好，也表示他们那八年成立的时候都有分配盈余。都有，而你们一上任之后被纠正说不能分配盈余，你马上就没分配，没分配。现在他们还在打你萧和社，打什么？打的是他们上要做的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可是在这个制度上面，目前没有更好的比萧和社这个函令更好的方式来解决博物馆的这个商品以及这个餐饮服务。好，商品会不会经不起考验？这个绝对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现在。每到故宫来被询或是预算审查，就是有人一直在骂萧和社，骂得好像萧和社真的是你们故宫的一个大金鸡母。那到底他们有没有查到你有不法的行为？有没有函送啊？有没有被检举？有没有被纠正？
不过委员提醒我是叫我会去送办，就是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到底他们有没有具体要查到底，我们会查到底，到底有没有具体，有没有具体说萧和社引发出来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不法？现在有人因为萧和社的问题抓去关，有没有？有没有被起诉？有没有？因为从来也没有人去送办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会主动的请我们政风室请调查局来调查。对嘛，政风室也好，调查局调查。到底有调查出萧和社有什么不法行为，就是你成立一个萧和社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一个法令化，那他们所赚的钱该归给国家的该怎么做的，你们是不是完全都公开透明嘛？对的，我们有没有公开透明？有公开。有没有暗中私藏私款在做其他之用？没有，完全没有，那所以就经得起考验啊。啊，选了打别人为两萧和社，萧和社贡献不本来都没人知道有萧和社，就被所有的委员一弄出来以后，大家都好像认为萧和社就是所有故宫同仁里面后面的一个后山了，在你挖的跟那金矿一样，好像是一个金矿一样随便你挖。所以你们必须要有一定的看法。我们会成立调查小组，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资料送调查局和廉政署。不是，如果没有事，为什么要把资料送呢？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有自己有抓到有什么不法的人，或是有一些，我们以招公信是嘛？所以你自己要，我点了讲，你求到条灾，人家求不会做红胎。你们自己本身要先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不法？有没有没凭良心在做事？有没有昧着良心做事？如果没有，所有同仁都战战兢兢的，我还怕你什么呢？对，对不对？对，那当然，委员监督是应该的，我们必须要尊重。要尊重委员的监督，是的，他要的是希望政府的更好，要的是希望人民的血汗钱都要辛辛苦苦去缴税金，而你们所赚的钱不该得的一毛钱都不能得嘛。这个原则之下我都同意，在这个时候以目前这种情况是应该是最好的方式解决嘛。是的，不过又有人说你们的这个卖场太乱了，或者现在逼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都还有坪效，所以坪效说一坪要摆多少东西啊，要怎么样动线如何来做，我都觉得你们那 AA 顶顶那里 K 来 K 去，你们那些小东西都还一楼一楼的，那 K 来 K 去跟没去 K 连去，会不会丢那个会丢，我都觉得如果人多的时候动线真的是不够怎么办？一种是扩大嘛，哈，一种是东西如果不好销的，不要卖，进那么多嘛，这样才不会让那个很好销，每样都好销。对，那每样都好销，我定得为山卡个起一间个我大间的呀，因为消费者导向啊，人家都要来啊，对不对？文创园区将来会有文创的本身的这个，我还是觉得动线真的是太精品啊，样品动线太精品和这个销售中心太紧。好，那来后面两位请回，我要再问一点，萧和社我就让你再度的说清楚，谢谢。不要每一个人来就问你萧和社，要、跟他谈求，你跟他们在都做什么不法行为的呀？那打刚龙地用指指点点啊，实际上就是光明正大，就是公开我所有的财务报表嘛。是的，那就该交给政府，交给政府，人那个员工不该拿的一毛钱都不会拿，就这么简单，一切依法行政。对，好，我要再请教一下，那个邮局算不算你们管辖？不算，他是借租用我们的场地。他们坑人民的钱，你们管不管？那个时候我们是他对我们的这名誉会造成伤害，因为他很大的伤害，他冠名是故宫邮局，事实上我们希望他是59支局，他说他们因为现在都是用地名来标示他们的支局，是，那他们不能用北投邮局哦。他们说，外双溪邮局，我希望他是当然希望用故宫邮局、他们的这个序号哦，没有来用故宫，这个当然你也改不了。对，如果说所有全国都是用地名来命的话，不可能只有你这用几支局，对对，或者好像是用故宫两个字是很丢脸的样子，不行，那当然一定要用故宫，大家也希望更大。盖上故宫邮局那个邮戳嘛，不过他们的一举一动或是他们贪人家五毛钱都造成你们很大很大的损害。外靠人说哦，故宫的邮局也骗人的，或跟他故宫的人也骗人，赶快，所以你们要小心。会的，在你周边虽然管辖不到，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对，好，那再来国宝总动员，我们都知道说什么国宝有，如果说100件里面怎么评怎么比，都到最后都是翠玉白菜第一名嘛，啊，第二名是什么？
事实上这个翠玉白菜只是人气啊，如果我们这一次的国宝展是从几个角度，一个是啊这个历史的角度，一个是稀少的角度，一个是啊这是人气啊人气的角度，是那你们要开创出有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要有它的特殊性，你懂吗？不要让所有人一定非去看翠玉白菜不可，就这么一点点啊，这个玻璃橱窗所有人围在那边，一般人总不会围个一秒钟两秒钟就走嘛。有有，我们在票选这个国宝啊，排出来厨艺翠玉白菜是有一点选的有1828人，那下面接着就是那个白瓷的婴儿枕906人、哦、然后还有快雪时晴是859人。不是你、嗯、你这个多我都觉得还不够，哎，你这才什么点选出来的1000多啊800多，这个不够，你们怎么主动去宣传去推销讲他的故事，翠玉白菜是有一串的故事、哦、哈，对对对，那你怎么样去，你刚讲婴儿那个婴儿枕那个很舒服的感觉，你要让怎么样去编故事说故事让大家觉得应该去看，嗯，比如说那个婴儿枕，哎，这个睡的睡姿很漂亮或什么，那妈妈会带孩子看啊，老师带学生看啊，至少要有一些人转移一下，你不要说非看翠玉白菜不可，是的，而且有人是可能看了十几，每到故宫一定要去看一下翠玉白菜那个里面的虫还在不在啊，那个白菜有没有 key 杠啊，对不对？对，所以你应该要多开创更多的国宝让大家知道、嗯、而不要只集中在翠玉白菜、嗯、会的，我们会借由各种的活动去让民众们更认识我们的国宝，然后选出更多他们喜欢的文物，是，你比如说你今天把选出十大国宝，比如说先十大国宝，每一个人就会变成第一次去只晓得翠玉白菜，到最后他会分十分之九去看另外的九件，那这样的话人就会动线会分散一点嘛，这些都是主动，我希望你们主动出主动的出招宣传、okay、做行销，让大家晓得故宫的国宝很多，不是只有翠玉白菜，因为现在每一个人朗朗上口就是翠玉白菜，这样的话你们动线没办法改善，就是看起来一团乱，是是，对，是委员，您这个指教非常好，我们会努力的去研究那个实际可以产生这个效果的方式。好，再来，你们现在有多少替代役啊？替代役的孩子有多少？今年是43位，35位。啊，35位去那边都在干什么？哦，他们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分担了我们不足的人。哪有？还有铺街的嘞，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让他们在文物上铺街？会为什么？没有，那个是当时我们在策应该是在策展的时候。那但是替代役啊，本身要有一定的规矩啊。你们去有没有先做训练？有做这个训练。啊、那他是趁我们工作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偷拍的。那现在我们是在目前我们规定，所有在工作上面不能带手机，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是啊、随时拍。没错、所以现在工作不能带手机。对，不能带手机的意思不表示不能铺街哦。那是两回事啊，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铺但是不要带手机拍，没有，我们是工作会有人这个监督和好，嗯，这一个人员你看随便一个铺街出来又是故宫，这个是负面的、欸、一个邮局出来又是故宫，不行啊，人家北京故宫一直在出包，台湾的我们国立的故宫博物院基本上让他觉得非常好，你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谢谢，一点这种芝麻的事情绿豆大的事情变成是故宫的阴影，对，我们会努力，好，谢谢，加油，会努力，谢谢，谢谢委员。